们一起学辣椒，一起喵喵的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的喵喵，我的心脏砰砰跳，为了杀你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，我就喵喵。我像女生吗？我应该没有像女生吗？ OK， 好，
好，我是再澄清一下，我是男生。好，好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呢还是今天的主题，好，就是这个 Levi's。好，这个是他的经典。那他有另外一款商品，就是蓝色、红色、蓝色的一个新的这件 T 恤，我很喜欢，我有一件，对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我觉得它很好搭衣服。嗯，好，那接下来的几首歌都会非常的嗨，所以大家就是把你们的热情都拿出来哈。那因为今天是闹音乐，就是要闹，好的，闹一下。好，那等一下打卡呢，可以换这个商标哦，可以贴在，它是可以直接贴在那个，好，然后它是你要穿那个丹宁系列的，好，是可以在这边有那个缝补的那个活动，然后还有送你这个免费的，还有后面有饮料可以换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我觉得这边都很好逛，其他带你下一首歌。